让部长上台报告好吗？部长是要不要浪费这么多人的时间？好吗？部长时间的宝贵，上台。王玉敏已经请辞而盟董事，民进党依然认为没有利益回避，坚持换人，引爆国民党不满，双方占据质询台，当面拍桌对呛。我们要质询，我们要质询。虐童案专报官员还没登场，男女立委先吵成一团，主席王玉敏成了箭靶。谁在护航？到底哪个政党在护航？接下来。眼见双方女将互不相让，国民两党大党鞭现身压阵，场子却闹得更大。小心，小心，部长上台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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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部长上台。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冲到部长薛瑞元面前，邀他上台。民进党寸土不让，吴思瑶紧抓麦克风，跟徐巧芯、王宏威爆发第三波冲突。前方三女抢麦，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后发先至，遭吴思瑶指控使用暴力。他也这样，你不要去演八点档，太可惜了。我只把你看看，很痛是不是？天哪，很痛啊！天哪，你们当初抱我的时候，天哪，天哪，你不要一直喷口水，好不好？你还要喷口水？可以了，可以报告了。我为了全民的利益。双方各退一步，表决决胜负，退回卫福部报告，专委不变。延到一个小时后，薛瑞元终于上台公开致歉。中央、地方相关人员处理的态度的偏差，本部应该负监督不周的责任，应在这里向社会致歉。文会空转一个小时，卫福部两度致歉，关键的虐童报告要重写，追真相进度也重回原点。TVBS 新闻许佳润、佳慧台北采访报道。